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收睇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陈锦棠嘅粤剧人生。咁上一回就同大家分享咗阿陈锦棠就有啲咩男弟子啦，咁今日就继续同大家分享佢嘅女徒弟啦。佢有啲咩女徒弟啦？第一个就系阿陈慧如，咁陈慧如就曾经同导演阿冯峰结婚嘅，咁诞下咗呢个著名嘅女演员冯宝宝，咁又曾经同阿陈锦棠个老婆阿陆淑卿个侄啦，陆润龙咧就结婚，咁后来就喺1958年就离婚。咁陈锦棠嘅另一个女弟子咧就系梁素琴，咁梁素琴就系生于1928年，就喺2002年就逝世。咁佢就系粤乐大师梁以忠同埋呢个粤曲歌唱家张玉京个女嚟噶，咁就有才女之称。咁最初啦，阿梁素琴就系喺呢个锦添花剧团里边，就跟阿陈锦棠学师嘅，胆大约系1940年前后到啦。咁后来咧就跟随父亲就转投。当时在桂林的郭先生剧团，咁就拜了阿薛国先做师傅。咁陈锦棠的第三位女弟子咧，就系阿李香琴啦。咁李香琴就系著名的二帮花旦啦，同埋影视演员。咁佢亦都系曾经加入过陈锦棠领导的锦添花剧团。咁最后一位就系陈艳玲，咁即系陈锦棠个女啦。咁佢亦都系拜阿陈锦棠做师傅嘅，即系亦父亦师。好，到最后啦，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陈锦棠有啲乜嘢嘅名作咧。咁佢嘅粤剧名作咧就都相当多噶。咁譬如话同网阵啦、五龙会啦、徐公十载菱花梦，咁另外咧就火网凡宫14年、董小宛同埋万世流芳张玉桥，咁合作呢几套嘅合作伶人咧就系阿方艳芬。咁另外佢又同阿红线女合作过《新海道名流》同埋呢个《血海风》，另外就同阿罗艳卿同凤凰女合作嘅《红绫巧破无头案》，同方艳芬合作嘅《香消十二美人楼》，同白雪仙合作过嘅就系《英雄掌上野兔尾》。陈露薇合作过的《燕子衔来燕子煎》，另外就方艳芬就是汉武帝梦回为夫人洛神，就同吴君丽合作过的《香罗重》，同埋陈艳龙咧就是《胭脂泪洒战蒲红》，另外罗艳卿啦。就枭雄虎将美人威，咁另外亦都有一啲系双生剧，即系两个小生嘅，譬如话盖世双雄霸楚城啦，双龙丹凤霸王刀啦，同埋呢个三度九龙杯、金镖黄天霸等等。咁除咗粤剧之外啦，阿陈锦棠亦都演出过好多电影噶。咁我哋就亦都喺呢度啊，同大家分享。
咁陳錦棠演出嗰個電影啦，就係、是、按年份啦，就係1934年嘅《紅船外史》啦，1937年嘅《萬惡之夫》，1939年嘅《第八天堂》，1941年嘅《俠道感無鼠》，咁佢就係做白玉堂。1948年嘅《金標黃天霸》，咁佢就係做主角黃天霸。1949年嘅《血的子》上下集。1950年嘅《董小宛》，咁佢就反派做洪承畴。1951年嘅《珠海三雄》。1953年嘅《新女兒香》，就做反派，魏超人。另外梁天來就做反派凌桂卿。1954年嘅《富士山之戀》，萬里行屍同埋苦盡甘來。1955年嘅《羅絲女》，玉女香居，血洗少林刀，一枝紅艷露凝香同埋八合英雄。1956年嘅《黃飛鴻七鬥火麒麟》，咁佢做反派火麒麟，跟住就係《武松血濺獅子樓》，咁佢做反派嘅西門慶。另外仲有《關公月下識貂蟬》，跟住就1957年嘅《信陵君涉符救赵》，同埋《七彩梁天來》，跟住就1958年《冰山火線》。萬世流芳張玉橋，正德王夜探龍鳳店，秦香蓮同埋香消十二美人柳，跟住就1959年，1959年就相當之多作品啦，分別有《泣京花》、《射雕英雄傳》嘅第二集，《九天玄女》、《雪艷娘》、金钗引凤凰、红绫巧破无头案、沙三少情杀谭阿隐、燕子衔来燕子煎、武松打虎、三月杜鹃云、平步青云的上下集，同埋双枪六文龙。跟住就1960年。咁1960年亦都係好多作品嘅，咁包括有《西施》、《彩鸾灯》、《美人计》、《书剑恩仇录》嘅上下集，咁佢做文太来、《换巢鸾凤》、《西河会妻》、《白蛇女碎尸还孽债》、《银瓶太子阴阳何会妻》、琴挑五上集同埋大结局、梁子君封王、龙虎斗江南、折虎贼斩审呢个贪官、阵阵惊魂、猛鬼孤儿同埋再世奇缘。跟住就1961年，1961年就係步步高升、杀人王大战柳计心，一命就蓝田九命冤，皇城救母就定江山，万里烽烟寻妹喜，英雄肝胆美人心，还珠女，小金罗拜相上集，衣带奇冤，百鸟朝凰，十三岁封王，花木兰，杨门女将告御状，汉宫英烈传，金銮教子认母认亲娘。跟住就1962年，就有双龙丹凤霸王刀、福禄双星、新夜光杯、朱楼错、小金罗拜相大结局、美人如玉就兼如虹、
文武状元争彩凤，玉室飞丝，情侣染袈裟，龙凤奇缘，大明群英会，血洗爱河桥，小涉交举尸官土。咁就跟住就系1963年啦，就比较少演出啦。1963年就拍过《玉龙太子出家》《清官斩孝女》《乱拜石榴裙》《风雨泣平基》同埋呢个《武判案》。咁最后一套啦，最后一套就去到1968年，即系话1964、1965、1966、1967啦，都系冇作品演出噶。咁1968年嗰套咧就系李后主啦，亦都系任剑辉同埋阿白雪仙嘅最后出品、最后演出。咁佢喺戏里边咧就饰演呢个宋太宗。咁1968年之后啦，阿陈锦棠就冇再演出啦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陈锦棠嘅戏剧人生。分享到呢度亦都全部完结啦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点赞，同埋分享俾其他喜欢陈锦棠嘅朋友。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呢个 N 与阿 M 频道啦。好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